两名队员面对而坐，戴上隔音耳机，不使用手部动作前提下，一人描述，一人猜测，累计答对最多的一组获得一颗小星星。来，请戴上耳机。很嗨，好，开始第一道题。瘦的反义词，瘦，瘦子，瘦，瘦，瘦的反义词，叫，叫，叫，瘦的反义词，瘦，瘦，瘦，肥，瘦的反义词，瘦，肥，换一种，换一个说法，胖，第一个字，胖，小的反义词，大，大，肥大，不，第一个字不对，第一个字，胖大。大胖，大胖子，总共三个字，总共三个字，胖，胖大，胖大子。胖，胖大水，胖大海，胖大海。好，下一题，下一题。我没这怎么说呀？这怎么说呀？三个字，再一次。三个字，再一次。三个字，三个字，再一次哈。白蛇传，女主角。白车队。女人，女主角，白氏队，对对对，《白蛇传》女主角，许仙他媳妇儿，许仙，许仙他媳妇儿，许仙他媳妇儿叫啥？逐渐看不见。这游戏嗓子疼吗？太难了。好，可以换人了吗？换人，可以交换位置。来，你上来。来吧，请请你。好好，太难了这个。来，三二。谁？哎，你没说话。哎，就是鼻子，鼻子和嘴巴。嘴巴中间，中间人中，人中，对人中，人中，对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雨，白素贞，白娘子，白百合，鼻子，鼻子，嘴巴，嘴巴，中间，中间，人中啊，对，人中，说过了，对，人中啊，人。人中白，来换下一题。Molly 啊 ，Molly Morning， 英文，英文可以的，英文可以的，这不行这。Molly Flower Money Flower， 花钱，钱花，花的多。Molly Ma 啥？草的反义词，曹操。草的反义词，曹操。来，五，曹操。四，草的反义词，草有反义词吗？一，哇哇，我爱洗澡，我爱洗澡，我爱洗澡。下一句，皮肤好好。结束了，结束了，没有了，结束了。来，我们第二个出场的是我们的蓝 buff 队。我们蓝 buff 加油！音乐起，吓我一跳。这个是裤什么？裤裆。裤什么？裤子，裤腰带。不。你刚才说的第二个字是对的，哦，裆，对，对。
棒！数字，数字，脚，二郎腿呀、啊，站着起，坐姿吗？站着起，这样吗？是这样，是这样，数字就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数字，数字，经济独立，数字，裤子。坐姿吗？裤子，晶晶独立。什么？站起！这样是干嘛？凯哥善用腿。这样是干嘛？找三五四。这第一个，这就是三五四。八九二十。啊，八九八。八八对，站起。十，对对对，第一个字是十，数字都是纯数字吗？四三二一，放弃了。喝的，喝的，我们，我们是谁的传人？谁的传人？龙。第二个字晒用脚，这谁能看懂？这谁能看懂？地下有个洞，地下有个洞啊！龙眼吗？对，第二个字对了，下面有个洞，盘，里面有水，地，对，龙井，龙地，第三个字，龙地喝，龙，喝的喝的喝的，龙地干，来。五四三，龙地吹啊，吹龙地飞，过什么傻？我傻？龙警察？什么我傻？哟哈哈哈！我。我是谁？王凯。这在干嘛？王凯。酸奶。什么？我们喝什么牌子的酸奶？啊，畅青。王凯喝畅青。我们三个刚刚进去，哗哗哗，碰，这是啥呀？这是啥呀？碰，哗，飞，哗，不是飞，是啊，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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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啦啦啦啦啦啦，呼啦啦啦啦啦，天气。突然闪电突然化，突然化了，闪电突然化，什么突然化了？过什么东西啊？什么呀？什么？过什么？你到底在说什么呀？下一题啊，下一题。加油！又看我。魏大勋，魏大勋，魏大勋，怎么又有他呀？啊，昨天，昨天考试。好吃，书很厚很厚，一共是二十本的《资治通鉴》，这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四个字，四个字，他咋了？昨天考试，昨天考试，《资治通鉴》。魏大勋，又有他吗？魏大勋怎么了？又怎么了？他现在这样，现在这样。他现在翘二郎腿，二郎腿。现在这样。魏大勋疑惑不解，黑人问号脸。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
几个字？惆怅啊！惆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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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惆怅。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择手段的惆怅。啥？不择手段的。两个字，两个字，我不知道怎么办啊！啥意思呀？五，好好着急啊！我也好着急啊！我知道你着急，到底是啥呀？一啊，不，啥东西啊？焦虑。他真的是啊。今天，魏老师，魏老师，今天我们去了，今天我们去了，你我瑞，好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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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臭，好臭，啥意思？发现好臭，嗯，刚开始很香，后来发现很臭，这是什么东西啊？我想想，你我魏大勋，问魏大勋，魏大勋咋了？再说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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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一次啊！再说一次，再说一次。地方，地方，你别去了。哎，不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了，交流不平。香水好，感受一下，感受一下绝望。我特别绝望，我真的很绝望。最绝望的是我。准备，三个字。他是谁？三个字，太恶心。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夏天，大锤，锤懵了。夏天，夏天，淡淡的，淡淡的锤，淡淡的锤。植物，植物，细。剧组植物祭舞草草草一种草一种草什么我吹我吹啊我的天哪五四夏天夏天吹的一种草二夏天吹的一种草五大家玩的都挺好我气死了要来咱换咱换来咱开始两个字两个字夏天的反义词夏的反夏嗯夏秋冬春春夏秋冬菜啊一个菜春菜地里长的菜地上长的菜对春笋，哎！你这个表情我觉得不对。四个字，四个字，个十百一千千千千日月明日月。日月当空照啥第一个字对了第一个字对了第一个字是啥来着千千千千四个字不四个字四个字一个字前两个字啊前两个字之前两个字前两个字啊前面两个字啊菜钱菜钱、oh, no. 菜菜这里的菜芹菜芹菜四个字一个字鱼菜菜菜菜菜菜菜美四个字菜美人鱼尾巴尾齐齐、啊、脚啥玩意我也不行我也不行太难了你不说一个字吗你不一直说的一个字不是刚才他一直说四个字啊、哦、一个字四个字啊、哦、一个字经过了三轮非常激烈非常残酷的这个比拼哈咱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结果胜出的就是我们第一组贺鼎红恭喜贺鼎红我就
经过玩这个游戏呢，大家也认识到了很多生活当中都不是特别了解的药材啊。那么苏东坡他不仅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员啊，他在杭州当知州的时候，当时杭州有37万的人口，恰逢就是那年啊有大的瘟疫，那么苏东坡苏大人是自己掏腰包开了一家医馆，叫做安乐。